这道菜的名字叫做“酒香面”，是台湾面条刚起锅散发甜甜清香，再铺上利用中药卤到入味的牛肉，最后淋上汤头，红烧牛肉面就能端上桌。它多了那个酒香，是觉得比较舒服，然后汤头会更顺口。 它是不会有那种酒精的感觉，但是会多了一个香气。红烧牛肉面竟然还有酒香，原来老板加了这一杯秘密武器。这酒精浓度40%，没错，就是来自苏格兰的威士忌。淋上汤头前，先加入一小杯15 CC， 让牛肉面香味大喷发。但特殊秘方引来网友留言：这是晚会醉的牛肉面，吃了不能开车。检查3分钟后将抵达现场，吃完面条再吃罚单。测试过了，酒测仪是零反应。 老板说，威士忌15 CC 安啦没问题，但还是要提醒每个人体质酒量不同，要自行衡量。威士忌可以提升香气，还有业者要提鲜味，牛肉面搭配满满海鲜。 15块牛肉、牛腩、牛肚通通有，再加上6种海鲜、花枝、干贝、白虾以及香煎石墨鱼肚，海里游的、路上走的，一次吃下肚，超浮夸牛肉面，但吃起来更鲜甜，超量、超满足，让饕客们吃到痛风压起来也愿意。记者赖冠璋、王淑红台南报道。